你记着，不管外面把你吹得多悬，曹帮永远比不上运帮，就像你，永远也比不上我一样。这是老帮主给你的最后机会。威胁我？<laughs> 这两条航线是我们运帮凭本事抢来的，凭什么让给你啊？我只是好意告知。曹帮那老头都已经病成那样了。 就派你这么个东西来，还想拿捏我？老帮主对我有恩，但他也不能这么吼我。装起来了是吧？啊,啊！啊！不好了，大哥，大哥，咱们全被人烧了。 不是你，哎呀！啊，啊！啊站住！啊！想用酷刑让我开口？ 绝不可能！说什么东西？酷刑？嗯？怎么样？这我在码头新学的发型，好看吗？你那老爹温虎审不出我什么，送你来，是美人计啊！啊？哈哈哈哈哈！ 听见我说话了吗？你要干什么呀，文文<聞>？文什么呀？说吧。 哎，嗯，嗯都已经是捕快了，还要稳重才对啊。刚做好的酸梅，怕你第一次用刑见血难受，吃了会好些。用刑又慢又累的，我才懒得用呢。嗯，当当当当，明日申时，地点早早汤，具体的都在口供里，你自己看看吧。嗯，他真招了，嗯，不是骗你的吧？ 嗯，码头淘到的土针粉，我用过好几次了，保真。真这么神、啊？嗯，那我可要在衙门好好推广一下才行啊。不行，那货郎早都已经上船走人了都，都我自己就剩这么一点点了，不给，这个还给你，你先帮我存着。今天我就先不吃了，一会儿晚上吃了水肿，明天我收工领奖的时候该不好看了。 <laughs> 把人带出来，重新审。 想跑。 臭流氓，你就是鬼面刀是吧？作恶多端，跟我回衙门。不，哎哎、你认错人了。哼，以为我第一天能捕快是吧？尸体就在这儿，人赃俱获，还想抵赖？姑娘，我劝你，立刻去追人。 还装呢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不管你说什么，你都得跟我回衙门。不去。不去是吧？哼。 这是什么？嗯，这是我的百香粉。中了我的百香粉之后，一个时辰之内如果没有解药的话，就会因为过香，有数万只飞虫飞过来将你啃噬致死。我呢不喜欢那些老套的套路，所以咱们就速战速决，你束手就擒就可以了。不相信是吧？不信你就试试看喽。 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现在外边呢，基本上都已经被我们捕快包围了，插翅难飞喽。<laughs> 怕了吧？这样吧，你呢就乖乖的让我捞个头功，我暗中帮你解了这药、哎，怎么样？ 快追！总捕头温虎，你认识我爹？谁不认识阳城的总捕头？那人的伤口很小，的确是鬼灭刀的手笔。那人身形高七尺，国字脸，动手之后便从那儿冲出去了。你哪个衙门的呀？什么职位？ 谁允许你破坏现场的？你们部下的外围估计撞了个正着，硬钢鬼面刀，恐怕是凶多吉少了。废话真多，站住！ 水飞雷？你知道水飞雷？你是不是也在查前几天运帮被曹帮黑吃黑的案子？是不是？那是我的任务。你有什么线索啊？解药呢？什么解药？百香粉的解药。百……这个味道确实很难去除。<laughs> 我才一路跟到这儿来。果然，这老实的男人真好骗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世界上呢根本就没有百香粉，那个是我做的酸梅粉，夏天的时候解暑最好了。你这衣衣服上应该还有点，不信你尝尝。哎，这有。你这么躲着我干嘛呀？做贼心虚是吧？哎，嘿嘿。 你放心吧，我今天先放过你。这鬼面刀可是老江湖，肯定不会相信有这种小把戏的。恭喜你，你的这个脑子自证了你的清白。<coughs> 哎，我大师兄来了，正好咱们都是同僚，可以认识你。<coughs> 大师兄，<coughs> 师兄，<coughs> 师傅他们中了纯飞雷。 跟运帮那帮人一样，尸骨无存。啊！动手！拿家伙！快点！ 小心这婆娘气！呃、小心、啊！你们老这样打打杀杀的怎么行呢？没事啊，以后我再慢慢教你们。我们曹帮轮不到你说三道四的。虽然你是官府的人，但伤我兄弟，闯我们民宅。 也别怪我们不客气。我没有擅闯民宅啊，我回自己家。不是这怎么成你家了？这嫁汉嫁汉吧，穿衣吃饭。虽然呢，我这苦命的夫君他已经，虽然他已经驾鹤西去，但是呢，我绝对不会负他。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。 温暖的家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是你们帮主夫人，以这簪子为证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我们老帮主三个月前救过你爹的命，你爹说老帮主给他一根簪子，你爹就以这个簪子为信物，把你许配给我们老帮主了。嗯。 这合理吗？合理，合理吧？合理。哎，簪子一验，没问题。合理个屁！啊，你不长脑子想想，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儿啊？赶出去！啊，是。啊。我早就猜到你要摔簪子了。嘿 <laughs>，我还有一根一样的。 嗯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这水飞雷确实是我们曹帮独门暗器，不过我们珍宝阁被窃过，已经在你们那儿挂过案底了。你要有什么怀疑的，你拿出证据，别难为我们，行不行啊？现在老帮主和你爹都死无对证，我怎么相信你呢？你用脑子想想啦，我骗婚那不就是图个人，图个财？这人。 已经死了，才嘛，嗯，我带了嫁妆。啊？啊？什么？哇！哇终这么多金银首饰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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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长老，嗯？这名堂我想起来了，几个月前老帮主确实提过这事儿。 说过啊！再说了，不是还有个新来的帮主吗？把这事丢给他、嗯。啊，说的有道理。哼哼，此事事关重大，我只是暂代帮主，不能决断。等帮主回来再做决断吧。哼，其实我真实的身份是朝廷督察府的。 地方负责人，什么玩意儿？督察府是保护国家的最高机构，能人异士不图虚名，暗中除恶扬善，报国报民。和你说的一样，我们也怀疑曹帮借着漕运生意，暗中勾结帮派，做尽恶事，所以想派人打入曹帮，收集证据。我一直看重你头脑灵活，又胸怀正义，所以，我正式邀请你。 成为我们督察府的一员，你不会是在耍我吧？当然不是。那我却要做什么呀？你的任务就是配合已经潜入的同僚，在曹帮后山与其接头。我们的口令是：你说“子不教，父之过”，他说“自甘堕落”哎。子不教，父之过。我没爹，是自甘堕落。来啦。 你知道我会来？那当然了，我这么完美，你怎么可能会错过我呢？聪明又漂亮，我这回真是赚大了。<laughs> <laughs> 想偷袭我呀？我的武功你也见识到了，就这个东西，就想伤我？温岁岁，督察府派来配合你工作的。 幸会了，督察府、啊。对啊，咱俩刚才你。<laughs> 哎呀，我把你关起来的时候，在水里加了点药粉，<laughs> 看来现在终于起效果了呀。本来想着你有点姿色，想稳住长老，把你留下来，暗中把你卖了换钱，没想到你还是条大鱼啊。 哎呀！子、哦、不教，父之过。我是自甘堕落。你醒了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是你的接头人。 刚才已经把武大饼处理掉了。这里晚上随时有人巡逻，既然你已经醒了，也能走了，咱们先离开这儿再说。啊、嘘，一一会儿我来说，我有办法让咱们俩都脱身。 快！这个人，帮, <主 S 1> 帮主。啊，帮主。哎今晚。 咱们先休息。可以啊，我可以休息，你不能在这儿。这里是我家。我知道啊，但是我现在是你的长辈。是这样的哈、啊，我呢，为了能够顺利且没有阻碍的完成任务，我仗着死无对证，编了一个是前帮主夫人的故事。你，嗯、你还真能编。文穗穗出来！帮主在吗？是那个耳东长老啊。哎哎哎！哎 他肯定是来找你。别说话，一会儿如果他问你，说那个，哦、啊，你就说老帮主之前就跟你说过这件事情，并且你看到武大饼想要轻薄我，然后你就救了我，明白吗？啊，你就这么说。啊、大半夜的，你吵到本夫人睡觉了。来人，抓起来！尔东长老，好大的威风！ 啊，帮主回来了。帮主运送老帮主的灵柩回老家，怎么不多休息几天？帮中的事务有我呢，你不必操心。操劳帮务，本就是帮主该做的。长老在帮中经营多年，也是辛苦，就不用来请安了。下去吧。你窝藏奸细，我身边的武大饼失踪了。 有人看到今天晚上和他在一起，他就是奸细。你为什么护着他？护着我？要护也是我护着这孩子吧。我夫君要是看到你们现在这个样子，肯定气坏了都。你那手下什么武大饼是吧？想轻薄我，给我下药。还好这孩子路过救了我，我还错怪他了呢。你，御下不严，好好改正。 拿一个破簪子就说和我们老帮主有婚约，大闹本帮就是官府派来的奸细搅乱我们的。帮主既然在，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查清楚，不要闹得本帮人心惶惶。站住！站住！你个毛头小子，你竟敢打我！你轻薄帮主夫人，这已经算是轻罚了。老帮主临终前。 确实将此事告知了我，这，就是信物。看见没？看见没？这孩子是真不错，又是我夫君亲信的人。按道理说呢，你叫我一声母亲也是不过分的。你放心啊，我一一定好好待你。 我想你误会了，你的夫君不是老帮主，是我。什么玩意儿？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你为什么还要编故事？你是来配合我的。你是帮主，你做什么事情不是水到渠成的？你还要我帮什么忙呀？ 你是帮主？那鬼面刀是怎么回事？你知道是谁？雷？我爹岂不是也是你派人去杀害的？站住<主>！所以那天运帮灭门现场的人是你，你就是鬼面。 曹帮真正的掌权人不是帮主，叫做无上先生。谁？我潜入曹帮只有一年，但深得老帮主的信任，所以在他临终前，我得到了帮主印鉴。我看不是因为信任，是因为你狠，爸。曹帮到处都是凶神恶煞之徒，很是优点，但确实。 我的资历太浅了，吴尚先生还不愿见我，反倒是提出让尔东长老的女儿和我结婚。哼我知道了，你呢不想让人在你身边安插眼线，所以你就派冷如冰弄个女人过来。不管来的人是谁，只要他拿出这根簪子，你就会说她是我的夫人。嗯，反正你是帮主呗，你说什么都对，是吧？ 我早先就通过传信上报，说老帮主在死前救过一个人的性命，嗯、替我做媒约定了与那人女儿的婚约，但还没来得及说他是谁，便先世了。嗯、我只能等着。果然，这天上掉馅饼就没有好事。不过呢，你还算聪明，跟我想到了一样的办法。以后咱俩应该能好好相处吧？喂，嗯，干嘛去？ 睡觉啊。<noise> 我这些个兵器，他必须每天都整理一下，不然的话不好用的。睡觉。 你，哎、嗯、睡觉。还给我你！你怎么了？啊！什么破床啊！起来啥？一会儿给你。 那你娶什么媳妇儿呢？我也不想。明天就拜堂了，这怎么办呀？你刚才离我一尺远的时候，问题不大。一尺远？你拜堂牵红的时候，你还能隔一尺远呢？将就一下就行了。嗯，我不爱洗澡。啊？ 我从小就跟我爹习武，混在男人堆里，吃喝嫖赌我样样都行。你去那边说话。我的兄弟们都说我特别男人，男人味十足。 明天，明天就用这个距离拜堂。行吧。好，你闭上眼睛。举手。干嘛？你举一下喽。祝我们马到成功。<laughs> <coughs> 大胆！嗯、我曹帮世代供奉水神，保佑我帮中弟子水运平安。你竟敢擅自闯入！来人，请家法！哎，你谁啊？你就请家法？哼，我是曹帮尔东长老。尔东长老，我男人是帮主。 你要请家法，你去把他找过来。呵呵放心，去请了。不过他今天多喝了几杯，可能走得有点慢。但是，他有奸细嫌疑，家法还是由我来执行。你们曹帮搞阴谋都搞得这么直白啊！啊！哼，我有确凿的证据。<laughs> 大饼。 <laughs> 喝，<laughs> 再喝一杯。<laughs> <laughs> 你来的正好，大表，你也来了，来，喝一口。不不不，不喝了，帮主。嗯，长老，你来。哎。 我以为，嗯，娘子，你怎么也在这里啊？娘子，过来呀、啊！来，<laughs> 来来了来了！哈 <laughs> 娘子 <laughs> 你，你喝多了？<laughs> 我没有喝多。 我有金手香囊，金手香囊、啊，谢了。你也不错，没有通气，你就能明白我的意思，知道怎么引耳东长老叔。局。平，啊，把、啊、你刚才跟我说的话再说一遍。帮主、啊，帮主夫人。 我欠了赌债，以为夫人是来蹭吃蹭喝的，所以鬼迷心窍，想把夫人留下来，还在夫人水里下了药，想把她卖掉换钱来着。啊，嗯，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，他刚才说的是他们俩是奸细，要杀了他。小龙，你怎么能胡说呢？那怎么是我胡说呢？我也没胡说呀、啊，不是，不说，嗯、我我我刚才。 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帮主。我刚才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好像确实是说了几句，是吧？我好像又闻到了什么香味儿，然后再然后，再然后我就想不起来了呀。香味儿？哦。哎、嗯、哎。哎嗯 香味是吧？五大饼中了迷魂香，谁给你下的呢？一定是你！Oh? 你给五大饼下了迷魂香，但是你没有想到吧？我夫君随身携带的解酒香囊，正好可以解了这迷魂香。哦哦，<laughs> <laughs> <laughs> 血口喷人，<不>血口喷人的是你啊。这啊，曹帮上下一心，今日的事，看你待了四十年的份上，不予追究。若还有下次，哎、啊、哎，张、哎、老，张、哎、老，张、哎、老，尔、哎、东长老，今天呢，武大饼揭发了你。 大家都听见了，都看见了啊！事后他若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，那我们可就得问你了。哼。走着瞧。哼，<laughs> 是吧？我当时一看你那个反应，我一看不对劲儿啊！我一想，你跟我一说，我立马反应过来了，我跟你一个大配合。然后我没想到那个耳东长老跟个大傻子似。的。 嗯，对不起啊，疼吗？疼的，疼你怎么没反应啊？你可以啊，哎我去，都可以啊。行了兄弟，你得了吧你，你在外边装也就算了，你在家里真不用这么端着。行。 五年入府，三年当差上说了，这入了督察府的人呢就没有家了。但正因为如此，处处都是家。你不会没看过吧？怎么可能？这可是考督察府的必备资料，你没看过？我说你怎么处处不遵守规则呢？五年入府，三年当差上说了。 听从指令，遵守纪律，热爱百姓，保守秘密，惩恶扬善，令行禁止，公正无私。你做到哪样了？冷如冰说：“你想进督察府，就是看这个。”嗯，进督察府，不是开玩笑。那又怎么样？就像你一样，啊，把人家运帮给灭了，搞得人家尸骨无存。不出运帮。 我就当不了帮主。那天烧了他们的船是我的错，但那天其实我走的时候，他们只是受了重伤。胡说！我明明看到你用水飞雷了。那天的捕快不会是……你，错，是我。那天我听说有火拼，我马上就赶过去，结果刚一下，这么大一块石头从我面前咵——是这么小一块。嗯，行了行了，我知道，这么小一块嘛。 那也是很凶险的，嗯。运帮给曹帮造成了很大的威胁，所以我怀疑吴尚先生让鬼面刀暗中观察，保证万一，他恐怕也发现了我手下留情的事，所以。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他们呢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你就没有必要这么自责。嗯，放心吧，兄弟，你这件事儿我不会去大师兄那儿告状的。嗯，谢谢啊。 客气，吴大饼是不是咱们的人呢、啊？他家中还有老娘，我答应他，代为照顾。那不就是人质吗？说的这么清新。过些日子，他同村的邻居会来通知他老娘患病，他就可以回去了。他邻居也是咱们的人呐、啊。可用的人。大哥，咱俩现在是搭档，你有必要嘴这么严吗？ 人员身份最为重要，我也并不清楚全貌，不打听是督察府最为重要的规则。你那上面没写吗？怎么可能？我知道着呢，不该说的不说，不该问的不问，不该看的不看，我知道。我我不去，你算了，一比一。 官府的悬赏告示，你想让咱们抓人赚钱呐？术业有专攻，是你去抓人赚钱。这城中呢，这样的还有至少十五张。嗯，你可以的。凭什么我一个人去？七条规定，第一条，服从命令。 二比一，你这是公报私仇。小玩意儿，看一看了。根据这些天的经验呢，咱们在一起准没好事。曹邦就全仰仗你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不是说啊，只要咱们利亚尔东长老，就一定可以得到无上先生的支持吗？他如果没有肯定的话。 也不可能下达新的任务。任务就是赚钱，还是在三个月之内赚够三千三千两白银。他让我去抢算了呗。白道生意都做不好，又怎么会掌管黑道？这应该也是个考验。你们曹帮亏得这一塌糊涂的，我说怎么当时那个尔东长老看到我那嫁妆，那眼睛都发光呢？帮主的床。 说他就他，你这么这么看着我干嘛呀？你做个人吧你，我才不会为你赚钱呢。哼。 就那个吧、嗯嗯，好。还有别的吗、嗯？啊，还有这个，你看看。 you <sighs> 是上好的蚕线，我给你看看啊。夫人，这个颜色是吧？夫人夫人，您既然已经完成了任务，那咱们就先回曹帮吧。帮主还给您准备了香氛呢。实在不行，我明天再。我已经说了，我这几天为了抓贼，给我吃了上顿没下顿的，我人都臭了。我要去酒楼买点好吃的，边吃边洗，边洗边吃，人生快事。夫人夫人夫人，你想吃什么喝什么，我去给你买就行。我知道，你是武大饼的邻居，你们帮主的新亲信，是吧？ 我也知道你们帮主非常的关心爱慕我，但是能请你转告他给我一点点的空间吗？嗯，可是帮主特意交代了，说您不能去。去哪儿？嗯？去哪儿？呃、酒楼。啊，不是没有，没没没有，不是那不是。哎呀，我挣钱养家，你负责貌美如花，是吧？哎呀。 这刚到手的银子我都还没捂热呢，你就全花了，还是花在酒楼是吧？你到底干嘛去了你？你不是也买了一堆吗？我，你看看我买的这些是什么？这个药材、兵器，哪个不是任务要用的？你呢？你这是干嘛的？你说不说？你不说是不是？ 你不说的话呢，我就靠近你，靠近你，靠近你，然后我再退开，我再靠近你，我往死循环，我折磨死你，你说不说？嘿，嘴还挺严。哼，<laughs> 让我来看看啊，这是一瓶上好的西域万能胶，它能干嘛呢？它能把咱俩死死的粘在一起。 永远都分不开，怎么样？这这对你也没好处。啊，我愿意。记不准最后一条。不记得了。哎，那边货架上第二排有个卷轴。哼。 漕运定价标准版。我们不能赚黑钱，又要完成这个任务，所以，我包下了酒楼，邀请城内的那些青客、说书人，再把这个东西给他，让他们游走全城，能最快的让大家知道，我们曹帮不再坐地起价，也算是个好事。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啊？ 你别说，刚才你这个木头脸说出这番话的时候，还挺打动我的。说吧，需要我做什么？啊，离我远点！玉、哎、年，我这是真的。西域万能胶，万物皆可粘，多贵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哎啊、离我远点。哎 你，你,你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总不能一直这样吧？啊,啊，啊 就是人生的修行。你出现之前，要先打声招呼。我是想说，自从开始了你的新政策，咱们终于开始盈利了，马马们马,马上就可以完成任务。而且吧，你这个。 这房子就这么点大，咱俩天天住在一块儿，你这多见外啊！你看啊，按照之前呢，你这病已经好多了。之前咱要是这个距离，你肯定早就已经晕过去了，是不是？还有上次，上次咱们用万能胶粘住的那一晚，你连喘都没喘一下、啊，哎、嗯啊，是不是？ 别打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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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…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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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？看看这……哎呀，哎呀！哎，这么多！啊？帮主夫人，咱们曹帮是不是说不让在私下骚扰商户？ 这个手把手还在偷偷的收保护费，这是证据。你新来的，你给我闭嘴！收保护费，这是我们曹帮的规矩，这叫不忘这不忘初心。啊，他居然给圆回来了！你你你，你能不能用你那脑子好好想想啊啊！你是帮主夫人，你要打要骂没话说，但是你想堵住我的嘴，今天在场的弟兄。 有一个算一个，对这规矩不满意的，举手。<laughs> 你们不是应该都商量好了吗？不应该都举手吗？怎么不动啊？啊啊！你还说，以前老帮主在的时候，帮主多威风啊！咱们弟兄出去收保护费，想想，哪个商家不是把钱捧着给我们送过来？ 我们高兴了，赏点谁的面子，到他那儿去坐一下，不给他脸了，拉出去就打，谁能管着？现在倒好，保护费不让收了不说，还得赔笑脸，跟孙子似的。我看就是你吹的枕边风。曹豹威武，收保护费天经地义，天经地义。威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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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威武。 好啊，好，不愧是刚刚骂过帮主的人，精神黑。我们我没骂帮主，我骂的是你。你怎么没骂帮主啊？你刚刚不是说了吗？啊，我一吹枕边风，你们帮主就犯错误，是不是？嗯、这意思是不是就是说你们帮主脑子不好？嗯、啊！嗯、你你别在这伶牙俐齿的，我告诉你就，就算我骂帮主了，帮主让我死我也得说。<行>我这可是为了弟兄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也不求像耳东长老管帮务那样，但是。 弟兄们，钱跟面子，是不是我们得占一样吧？我们要钱，我们要面子。曹包威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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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威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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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钱和面子，总要占一样。帮助你答应了，弟兄们，新规矩取消了，我们可以收保护费了。谁给的命令？开吧。哇，这么多这么多钱，这么,啊、这么多钱都给我们的吗？帮主有钱吗？ 这的账单里是每个人的绩效提成，这个月生意很好，每个人都能分到，只多不少。哎，你们别被蒙住了啊！你想想，咱们收保护费的时候，有时候比这还多呢。你你你，你你别废话了你，你还说呢？你不是你们尔东长老的头号得力助手肉哥吗？你多厉害啊！ 你职位比他们高，挣的也比他们多。你要是想的话，下个月三四代那肯定不成问题。赔笑的钱我不稀罕呢，这混江湖得要脸。<哼>干嘛呀？拿着。你来了六年了，每次总是烧钱回家。 却从未写过家书。我给大家都准备了信封，赚不干净的钱，哪好意思告诉家中老母？算这一次，钱干干净净，信，大家也可以写的漂漂亮亮。全都是可以让人一时生畏。但人总要有尊严的活着。 真是倒霉，这么快就来了，又来。无尚先生的任务咱们还没完成呢，师兄也来，你们间谍界都这么内卷吗？有必要这么神秘吗？你在督察府这几日成长很多呀，几日不见。 你这身上多了很多东西啊，看出来了哈。我呢最近需要补给，就花钱买了些装备。余年说了，这个经费不够呢，可以找你。哎，这位是阳城外出了名的江湖草莽刀疤林，官府通缉他很久了，但每次都能得到消息，成功逃脱。 应该是有内线，这次他突然又以林老板的身份现身城内。冷如冰的意思是，师兄的意思是，怕内奸再次通风报信，然后想掠过官府，让咱们直接出手。明天你去一趟李氏医馆，那是咱们的据点，你们的。冷如冰会在那里等你，给他汇报计划。 顺便，再把这些钱给他。凭什么呀？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赚的。再说了，他还应该给我们发放经费呢。七不准，第五条。<laughs> 这西域脂粉和新罗香水，你是要配什么药吗？我不是为了让自己好看点吗？ 这样才配得上我假扮的帮主夫人的位置，很周到，很缜密，很浪费啊！我已经省得不能再省了，好吗？我可是跟云年打了保票的，我说咱们俩关系很好，非常的好，钱肯定是没问题的，是不是？嗯，这个上好的白纸，还有你这三枚也该烟青的了、啊，师兄。 就是拿你没办法呀！银子还是钱票啊！先干看正事。这道巴林呢，周围守卫众多，而且人特别的狡猾谨慎。无上先生跟这一带的山匪势力都有暗中来往，一定不能暴露你们，一定要设计巧妙。你说的有道理。 这个，这个是近期的船运时间表，我们注意过了。这个林老板非常谨慎，这几次过来的时候呢，都是跟着那些货船一起来的，而且还都是一些运着南洋货和西域货的船。你是说他对这些新鲜事物感兴趣？对啊，这种心态我理解的，我非常理解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要吸引我们的注意力，你只要搞一些那种新鲜玩意就可以了。所以想要吸引他，我们可以搞一个聚会。 全都是新鲜的玩意儿，把它吸引过来，以此来探听行踪，再做下一步打算。不错，做的不错啊。这是之前的呀，那我这次聚会不要钱的呀。你是想把之前交上的都要回去吧？那我没有办法、啊，师兄，我只有你了，全得靠你。 <laughs> 嗯，谢谢师兄。<laughs> 这个，我还有一个这个，一个药方，是关于您的身体，三公妃啊。二童长老，嗯，这回这事儿是我没办好，请您责罚。哎呀，责任不在你，责任在我，是我小看了这个新帮主，还有他身边那个小女子，也不是杀沈奴的灯。 说到底，您在咱们曹帮的根基深，他们俩不会是您的对手。哎呀，这事儿啊，别往心里去，回去啊，盯紧他们就行了。没事儿啊，好，去吧。<laughs> 你们两个小兔崽子，跟我斗是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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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<laughs> 一人，一人，你同你，除去一人是二，麦门东，东，而东，是他。药方上有毒。 有人吗？我要见耳洞长老，我有帮主的把柄，我要跟他做交易。夫人稍等，啊，我这就去告知耳洞长老。哼，哼，这个小女子，这次叫聪明反被聪明误。<laughs> 二东长老，还是您有办法，故意让他看见我鞋子上的花纹，然后派人将他送信的药方上下药粉，一石二鸟啊！嗯、这回帮主应该是动不了了。这曹帮说到底呀、啊，<laughs> 还得是您的地盘啊！<laughs> 这温岁岁和余年总是想削弱我在帮里的地位，还封了咱们好几条暗线。兄弟呀、啊，咱们将来吃什么呀？你说是不是啊？不过长老，他说他手上有帮主的把柄。 您觉得是真的吗？不管真假都不管，盯紧就行，好不好？去吧！我弄死你们俩！我弄死你们俩！我弄死你们俩！弄死你们俩！我弄死你们俩！弄死你们俩！ you <gasps> 嫂，啊，啊，大嫂，好了，毒都逼出来了，就温碎碎抓长老逼毒，在曹帮密室找到证据，将尔东长老赶出曹帮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赶出曹帮，你，我嗯，有我大嫂啊，大嫂在帮里很有威严，就是这个，她把尔东长老做的事情桩桩件件全部告知帮内弟子，她自知理亏也没得混了，只好离开。 叫我大嫂，你再叫我大嫂，我就杀他祭天。啊？哦，呵呵你要杀他，他自岿然不动。你们都发展成这样了，凭空出现，满嘴胡诌，你到底什么身份？啊？我真是年哥的远方表弟，是专门来帮你们督察府的自己人。督察府预备人员。哼。 预备人员，都是五年入府、三年当差没背熟的人。神气什么神气？你怎么知道我看这个？我我我听他说的。胡说！你刚出现，而且他还中毒了，哪有闲心管这个？哦、oh,，你你监视我。 我说你们怎么那么快就找到密室了？哎，不是监视，呃，是关注。我哥说啊，你们动了尔东长老的利益，但他却安静的有些反常，于是呢，就让我多关注一下你。你不相信我？他，他是真的想保护你。你从来就不觉得我是你的搭档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不配知道，对吧？这是规矩。规矩。 他是个预备人员，他什么都知道，这和规矩？这不一样。好了，你别说了。记不准的最后一条，服从命令。只要你现在说让我走，我立马就走。 乱说什么？哎，人家又不傻，被拆穿了你更惨。再说人家生气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哎，我看过那药方子了，都是安神的药材，治你讨不了媳妇儿的病的。我早就说了，就该以毒攻毒，你多接触女子自然就好了。我看现在就不错，你吃不吃药，这症状都好很多了。这是工作。啊,啊，工作。 我倒是看明白了，嗯，跟不跟踪他根本不是问题，是人家关心你，你却说是工作。你不要再闹了，我想休息了。哎呀，这是你让我找的东西，是工作。这些呢都是船上下来的，保证你能在诱饵宴会钓到到巴黎。 太漂亮了！看看看，看，哎，来看，哎，来好好好，好好，好好，真好、啊，好、啊、好、啊，好好，好好，好好，好。 我现在调的这杯酒呢，叫做百鸟朝凤。一会儿呢，大家都可以过来免费领取，免费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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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慢点啊，来来来来来来，都有啊。我这第二杯酒呢，名字叫做。 海纳百川，海纳百川只需要六两银一杯。六不是，别走啊！哎，回来！姑娘，来了。再等等，您继续。全要了。全要了？六两银一杯，你买得起吗？你？我我。 买买买得起，我不但要买，还要跟您学呢。学？不知姑娘愿不愿意赏脸教在下呀、嗯？那当然是可以的啦。<laughs> 来来来，你到里面来。<laughs> 走。哎、这也太甜了吧！嗯 你啊！你你再挑一杯。哎呦！怎么这么死啊！哎呦！哎呦、哎！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、啊！要把他吓跑了怎么地了？ 嗯，可以呀，对对对，孺子可教，孺子可教，厉害厉害，我跟你讲一个，你谁啊？她是我夫人，夫人，别听他的，失敬失敬失敬，我跟你说，你下次再玩你那个， 放下，放下，听到没有？放我下！啊！不熟的白眼狼，你给我走开！那、啊，那你倒是放手啊！你不是说有同僚的地方就有家吗？督察 大骗子，大骗子，大骗子！督察府、啊，哎、真结实，这床真结实。你快起来，起来！哎，他睡了。 没想到你直接扛起来就走啊，真有个霸道王爷样。多谢太子殿下夸奖，哎，我的荣幸。毕竟想进督察府，还得先讨好你才行啊。你听懂了、啊？这本书果然还是管用啊？怎么样？ 我可不可以成为督察府的正式成员，留下来帮你了？这，这啊，是这你这个也不成句子呀！这本书，全天下都能买到，一模一样的话，督察府还干不干了？你刚才用的是密语。 是把话通过敲击长短轻重来进行传递，但是不同的组织和系统会有不同的规则。我只有知道了你的规则，才能读懂你的意思。哦。啊！你干嘛问我什么时候回京啊？你是太子，不回京去哪儿？我明天要去见吴尚先生，人手不足。 你就后天走吧，可军械明明是我出的差错，我怎么可能没心没肺的干等着？再说了，督察府是大哥，也是你的心血，我不能看着他解散。 路线和规划，都是由我来制定。更何况，这么大一批军械突然消失，朝中和督察府一定有内鬼。就算与你我无关，这件事情我们也一定要彻查清楚才行。可你接手督察府，做了那么多好事，九死一生，招募能人侠客，就失手了这一次，父皇便要拿督察府开刀，我实在想不通。这件事情，任谁来说，我都脱不了干系。 父皇准我来查，已经是开恩了。你倒是还替他说话。我早就说过，你跟父皇简直一模一样。再说了，太子之位本该就是你的。三哥也这么觉得。要不是当初出了衣服的事儿，你穿的是德昭太子的衣服。 在所有皇子里，你最不配穿。别乱说。哎，知道你严谨，但这不就咱们两个人吗？你笑笑，笑笑，笑笑。你平时跟温岁岁不是演的很好吗？笑的特别灿烂。 怎么到我这儿就不理人了？对他，是工作。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啊！你潜入这里呢，是因为运输那么多军械，背后肯定少不了曹帮的影子。但我们刚查到老帮主跟温虎的问题，这两个人就相继死掉了。你自己当了帮主，知道有无上先生的存在，于是又顺着娶亲之事做了一个局，把唯一跟温虎有关的温碎碎框,框到了身边。四哥。 你想什么呢？哎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温碎碎，是吧？你连那不能接触女人的病都看上去好很多了，你假戏真做了。这是在宴会上收到的情报，医馆被袭击，冷如冰也受了伤。这是无上仙人干的。 他怎么会知道咱们的据点？只有你、我、温碎碎。温碎碎知道冷如冰的身份，但他不知道冷如冰的上线和下线都是我。我怀疑，这场宴会，也是他为了故意拖住我们的把戏。他是双面探子。<laughs> 行了行了，别敲了，用嘴说。冷如冰似乎已经发现你，为了你的安全，我们只能突袭除掉。您 <你 S 2>、嗯、这是想害死我是不是？不不是，您不是说不是无上先生的人吗？我不是无上先生的人，咱俩刚才密语怎么对上的？啊？你老大谁啊？谁让你这么干的？你们这样我很容易暴露的。我也不知道啊。 送我去督察府的人早就没命了。你也看到了，我天天在督察府干活，我早就快忘了我们无上先生的密语了。今今天在宴会上，我看见了唤醒标志，我就顺着咱们当年的约定，我就见了一女的，她让我给你带一话，还有那个情报，说是你的新任务。那女的长什么样？呃，戴着面纱，身材是高高瘦瘦的，其他的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 这情报的封蜡也是你自己打开的呀、啊？算了，走吧。哎，嗯。 任务完成的不错，本该我亲自犒劳你，可惜时间太紧，需尽快完成任务。我们在阳城截获了督察府传信方式，这个传信方式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，它属于督察府的幕后负责人。你的任务是打入督察府，并且找到这个人。你我单线联系，以那本。 五年入府，三年当差做地。是。你回来啦！我今天没有给你丢人吧？ 丢人，很丢人，非常丢人。对不起啊。哼。不是刚才到处大喊“督察府是骗子”？嗯，差不多得了。你有错，还不让我说吗？你少用这种教育人的口气跟我说话。你是我搭档，又不是我爹。但我是你的上司。 没错，就是这种你自己都觉得没有问题的口气。说话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你这样子就证明你心里觉得根本不信任我，而且瞧不起我。你这是你这是歪理啊、嗯！歪理？那你敢把你的话反问你自己一遍吗？我不管你是谁，我温岁岁没有任何义务接受别人的教育，我也不是谁的棋子。我必须知道你在做什么，我们在做什么。我们在做对的事。 你觉得对的事情就是对的事情。啊。我算了，反正明天见到无上先生之后，我就完成任务了。我会去跟冷如冰说，这个督察府我不待也罢。可温岁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一边他费尽心思演了这么多戏，不惜暴露自己也要杀掉冷如冰，这就说明他完成任务开始收网了。但是如果…… 他只是在调查奸细，他知道你我都是督察府的人，又何必要等到现在呢？不用想清楚，他在明，我们在暗，他会告诉我们答案的。明天我们不会抓他。嗯，你到底想做什么呀？只要知道了谁是无上先生，把他抓起来严刑拷打一顿，不就什么都知道啊？ 医馆出事了，冷如冰也受了重伤。重伤？不是，抛开他督察府的身份不说，他好歹也是官府的吧？谁这么大胆子呀？不会是吴尚先生知道了我们在搞曹帮吧？也许。那怎么办？ 冷如冰受了重伤，我们就与上线失联了。先救人吧。这是保命丹，你明天拿去给他。好歹之前你是他师妹，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。明天不是去见无上先生吗？我自有安排。既然要继续放线钓鱼。 而且还要见吴尚先生，就要分开行动，也能节省时间。老板，你这个真好看，你能便宜点吗？可以啊，姑娘，你再看看这个，你让我买两个，<宜>我再给您多便宜一点。 你是无上先生？你跟着我干什么？你带我来的，我不就得跟着你吗？你去照顾好我师兄，不用管你们帮主说什么。他有什么问题，让他冲我来。他不能死，不然咱俩都有危险。 好，正家帮主果真是一表人才啊！不用遮遮掩,掩掩，无上先生若真的有意，改日以真身相见吧。我叫秋娘。无上先生只是个代号，传闻真的没错。 能由你带领曹帮，我很放心。无尚先生是个组织，但曹帮事宜由我全权负责。 太子花笑，月虎七分。药丸已给冷如冰服下，情况好转。 丧温碎碎暗中去取了一样东西。见到无上先生了。你怎么那么紧张？不生气了？事关咱们的任务，你是你，工作是工作。 我见到一名女子，叫秋娘。她说：“无上先生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群人。”那他有让曹帮再做些什么吗？风水八卦。你不诧异吗？我，一群人是吧？我当然诧异了。只是他愿意告诉咱们这些，说明他还是信任咱们的。刚开始接触嘛，慢慢来呗。也对。 刚开始接触，不信任是必然的，慢慢就会好的。他提了任务，要我们在一个月之内再筹集三万两银子。啊又是钱。要钱就是有地方花钱，短时间内要筹集那么大一笔，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动作。 也是，你看着我干嘛？你怎么不关心一下冷如冰什么情况？看你那么关心任务，冷如冰一定没有危险。 我知道你心很乱，自己的命虽然早已置之度外，但却接受不了身边的人离开。任务完成了，冷如冰也好多了，喝点酒吧。哎，这是韶华酒，你刚吃的是柿子饼。 你干什么？啊！他们要害的不是我们，是文穗穗。无上先生有内斗。你中的是毒镖，你能抽出时间先关心一下自己吗？别子别子分析了。我去秋娘的地盘。如果无上先生知道我的身份。 在那儿动手是最容易、是最容易的，但我却是在茶摊遭的暗算。唯一的解释是，温岁岁只告诉了他们冷如冰的身份，没有透露你我。对，所以对冷如冰下手却未下狠手，就是为了让温岁岁引起督察夫人怀疑。他们知道我不喝酒，烧花酒加柿子的剧毒。 还有背后的暗箭，全都是冲着温翠翠去的。他到底是谁啊？需要搞这么大阵仗针对？哎哎，你干嘛？啊、我找他有事儿。凭什么你让我出去，我就出去啊？我是督察府的正式人员，你是预备人员。你听他的。 可是你还受着伤，你不怕他？我得帮你包扎完再走。令行禁止，七不准的最后一条。现在咱们三个里面，他最资深。行，我身份低微，你只要下达命令让我走，我现在就走。嗯、走，不伺候了。 看清楚了吗？这是无上先生的标志。嗯，你果然知道。我想，你想和我合作？无上先生的中心首领一共有三个人。秋娘，负责资产经营，主资江湖帮派产生效益，为组织提供资金。温虎，负责总揽情报，执行特殊任务。我是他的下线。 是他的得力下线吧？你装的不差，但是他们没有必要针对一个小喽啰。你们督察府建立不过数年，但是却折了我们不少的人。那位神秘老大出手狠辣，如果不除掉他，我们俩恐怕都是要没了性命的。你的任务是来找他？对，我爹得到情报，说是这位神秘老大时隔多年重出江湖，出现在阳城。 按照他一贯的做事风格呢，他的目标肯定是曹帮。嗯继续。你这是什么表情、啊？那这第三个人，应该就是你们无上先生的最核心吧？对，他叫公子，跟你们的老大一样很少出现，只有秋娘和温虎能和他对话，我也没有见过他呀。 你们想要除掉无上先生的话，一定要找到他才行。你现在也在找他。嗯，温虎武艺高强，突然被害，那所有的权力全都流到了秋娘那边。加上这次冷如冰被害，还有暗杀，他分明就是想除掉我。所以我必须赶快找到公子。咱们俩合作，达成目标之后各凭本事，如何？我很有诚意的。 这是我最新的任务，说是太子南下要除掉他。